次電影上合作有咩火花啊？呢位？哇！今次電影上嘅合作好有火花。首先我覺得姜濤嘅角色係好特別啦，即係同佢，所以啲場口都係未試過，以前有啲咁樣嘅氣氛啦。咁然後今次同阿聰同白子，同阿聰又唔係第一次合作啦，同白子又第一次。佢哋兩位係真係超好嘅演員啦，同時都超犀利，同埋我覺得佢哋最難頂嘅一個位咧，就係佢哋拍嘅時候咧，永遠係會搞好多 gag 嘅，即係佢哋係自然好係好誇張嘅，佢明明入到 set 咧，明明好正常。無啦啦會自己講好多爛 gag 出嚟，係咁自己用個戲咧喺度做好多唔同嘅 option 出嚟，喺度玩喺度笑啦。咁最大問題就係佢哋笑完之後咧，一 roll gag 佢哋就忍到嘅，但我哋會忍唔到啦。咁所以呢個就好困擾我哋嘅，真係。即係焗曬蟹都搞。好易，真係好易，因為佢哋係好無聊嘅阿聰。即係例如琴日啲戲咧，佢哋就喺度扭身扭勢啊，即係咁我同 Anson 就完全忍唔到啦。同啲劇情有關㗎嘛？佢哋可以有關。佢哋就係好勁，就根據個劇情去做啲好無聊嘅嘢，係啦。好，咁或者個 cam take 唔到佢咧，就喺度做啦。姜濤有幾特別咧？啱啱 Eden 話你嘅角色啊，幾特別啊？都幾過癮嘅真係，因為首先喺熒幕面前真係未嘗試過呢種類型嘅角色啦，係咯，所以好多表情你得唔得？好多表情同埋行為都係有特登研究過一番再去做俾大家睇嘅，係啊，所以就。同 Anson 同埋 Eden 嘅一啲對手戲都真係大家未試過，所以唔得，睇下佢個造型咯，估下咯，就知道我同佢哋唔係同一類，係啊，喺個角色入邊應該好唔一樣咯，我哋係。似係嗰啲反派啊，但係有少少搞劇啊，搞劇，即係可能最尾會失敗嗰啲咧。會你估下，你估下 ，Hello， 有啲想像力喎，Hello， 幾好啊呢個想像力，係咯，好似好啱嘅喎，嚇咩動作戲？呢一套就冇乜動作戲嘅，係啲驚險戲，咪驚險啲刺激咯，係啊，但係我呢個角色就唔係好打得嘅，係啊，即係好比較。軟弱少少咁樣咯，係啊，咁所以就啲動作戲就阿聰同白子做啦，係啊咁樣咯。傷勢就每一日都進步緊嘅，係啦，咁我都好有信心，我個禮拜日嘅馬場嘅表演就一定嗰日就咁啱啱好就去到嗰日好翻。即係都會繼續唱跳㗎。會，梗係會繼續唱跳啦。咁你會唔會反而係撕過膠布嗰陣時搣甩啲腳毛係最痛苦？其實大家都有警告過我嘅，即係無論係神浩定係身邊工作人員 AM team 全部都話：你不如唔好黐啦咁樣。咁但係我覺得黐咗真係舒服啲嘛。咁但係大家又叫我慢慢搣喎。咁但係慢慢搣我就望住，哇好 detail， 即係我慢慢搣又望住每一條每一條。咁你剃咗先黐咪得咯？咁我唔想剃腳毛嘛。咁你搣咗咪跟住剃咗？咁我冇諗過成條腿都要黐曬噶嘛，即係邊有人黐貼會諗咁多嘢嘅啫？真係啊，係啦，咁所以就一套已經有經驗噶嘛，係咯，你哋應該成日俾人以前俾人組織過噶。太耐啦，係總之係啊，所以而家唔可以搔腳住啦，因為有一笪係特別冇咗。所以你咪要令到其他都冇曬，咪搔得咯。多謝你嘅 advice。呢套戲有冇啲愛情或者有啲親熱戲啊咁樣？完全係零啊！冇。係啊，呢套戲基本上就係得呢班仔嘅啫，係。但係好開心嘅今次，我覺得呢個拍攝，因為我哋五個真係可以不斷傾好多關於劇本上或者好多演戲上嘅嘢，所以今次係學咗好多嘢，同埋係鑽研咗好多。不同的東西，所以都很期待。阿聰和白子教了我們很多東西，是真的。一開始譬如一開始我因為第一次合作，我就比較怕醜在他們面前，我就不敢問他們東西這樣。那我有一次我就問白子說我就想破冰嘛，我就問為什麼我跟你好像很少說話這樣。他就那白子就說你都沒聊我說話，那我就OK 好。那由那一天開始在日本就就不停問佢做戲上嘅嘢咁樣咯。
同埋好好嘅，即係我覺得係唔係淨係諗自己角色嘅，我哋係成個劇本咁諗，即係例如阿姜個角色，我哋都會幫佢諗啊，我哋點樣做點樣做，令到再突顯佢個角色。即係我覺得呢件事好好咯，即係大家一齊為咗件事努力，一齊為咗個套戲變好，所以好 enjoy 呢個過程。但同時間拍兩套戲，會唔會體力上真係要求好大？我又還好嘅，因為我又冇乜連住開或者。因為那邊呢，因為始終十二個人，其實每一個人的戲份不算話真的很多嘛，所以其實我早期已經拍了那邊，所以我都專心拍這邊，主要是。哦 ，OK 啊，都係啊，因為即雖然話是一起拍，但係唔會話太撞嘅，都係因為兩邊嘅戲對於我嚟講都唔係話特別多咁樣，所以 OK 的。係啊，我都因為兩邊嘅戲都唔係話我 copy 緊大家講啫。你話以上皆是啦。其實同佢哋差唔多嘅，唔係咁。唔係，但係咁，因為咁啱第二邊即係十二怪盜係要打鬥多啲啦，咁所以就咁啱個體能上就長啲咯。咁但係其實時間分配上就唔係話真係大家想象中咁辛苦嘅，所以 OK 嘅。好啦，咁啊講下你哋嘅演唱會啦，係嘛？三位都準備開 solo 嘅，小大音。係，啱啱公司都有公布咗呢個消息。咁係我哋嚟緊都無論係個人定係團都嚟緊都將會安排 concert 啦。咁我哋依段時間都準備開始籌備㗎啦，即係都開始諗 rundown 啊，諗 film 啊。咁就希望可以俾一個好好睇嘅演唱會大家睇到咯。出歌方面，我都會繼續出歌嘅，因為小弟嘅歌比較少啊，即係諗 concert one down 嘅時候都喺度諗，唉死啦，好似唔係好夠歌，咁所以我都希望喺 concert 之前可以出多幾首，咁就令到起碼個演唱會多啲係自己嘅歌咯。咁你嘅場地係邊度？場地咧就等公司公布啦，詳情啊，好快知㗎啦，好快知㗎啦，係。都講唔講得啊？啱公布咗，即係講得個期，應該係完咗十二怪到完埋盜月者，跟住之後就開始社內相親嘅拍攝啦，係啦，少少，咁就之後演唱會完咗之後就再繼續拍埋佢咁樣咯，係啦，係。咁女主角方面係阿 Hannah， 即係咪？知道。嗯。係。咁今次又有冇親熱戀相親喎？相親如果韓版都有多喎。根據原本劇本應該就可能有，但係因為未收到而家個劇，即係新個劇本，同埋都未圍讀或者未見大家，咁所以遲啲話俾大家知咯。係。唔知個情況去到邊。都會的，因為原劇都真係幾好成功，同埋佢嗰個剪接啊、喜感啊，所有嘢又係無法取代嘅，咁所以但係我覺得興奮多啲咯，係啊，因為今次呢一套劇嗰、那個係咯，同以往又好唔同啦，係啊，咁係咯，同埋都係即係一定會有嘅。咁但係都係覺得係一個好嘅機會咯，同埋呢類型嘅角色其實都想嘗試好耐，所以都想再試下玩啲新嘅嘢，同埋之前成日講嘛，好想拍韓劇啊嘛，終於俾我行到啦！哼，講句韓文嚟㗎，睇下先哦。哇！我包呢排聽得日文多 ，sorry。咁阿姜咧，頭先講到嗰個人 show， 你有冇啲嘢都可以分享？個人 show 都一樣都在籌備緊咯，冇咩好透露，即係籌備好同大家見面。係啊。咩場地有冇話自己？嚇？最想喺邊個場地開有冇？冇乜所謂，因為其實從來都唔會話要求係咩場地咩咁樣。有 show 開不嬲，大家 Mirror 十二個都好珍惜每一個機會。好，唔該曬咁多位。Thank you。辛苦曬。